有请我们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花丝镶嵌工艺大师袁长军先生上台发言。尊敬的刘正会长，尊敬的程波领事，林树田先生，先生们、女士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受到咱们加拿大文物与艺术研究会的邀请，参加第四届加拿大国际文化艺术节。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个咱们加拿大文物与艺术基金会对我们这次给我们搭建的这个我们展示与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其次呢，我也非常愿意呢，把我这次到加拿大多伦多来的所有的收获带回到北京，与我们的同行同事共同分享，也想积极的触动啊我们的同行，北京的中国的艺术家们参与到我们的这次这个艺术节当活动当中来。也同时呢，更祝愿我们的第四届加拿大国际文化艺术节取得圆满成功。我们加拿大文物与艺术研究基金会越办越好，谢谢大家。